很厉害，而且我们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语言没有很通，但我们用一些肢体语言跟他对那个我们的舞蹈的熟悉度，我们这一首歌大概十分钟以内完成。卡得油，卡得油吗？卡得油，我觉得他很可爱，而且我们讲什么他马上就可以跟上，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切会很顺利。希望呢，他呢这一整年呢可以为大家带来不同的火花。就是每个女孩都很热情的，就是带领她，然后让她觉得很亲切，所以让她可以就是比较哦放松的，就是练习完这段的舞蹈这样子。对，老师说她跳得很聪明，对，学习很快。老师是你诶、欸，去我才去新岛国，对，我还是没去过，去过。今天那个什么？他说他会再更努力的练习的这样。30분만에외우고연습은그냥꾸준히했었어요他说就是他在记这个舞步的时候大概花了30分钟记，然后练习的话就是慢慢的练这样子，所以才练成这样子。